小朋友，你们坐过去一点，在这边会卡。坐过去一点。我再讲一次，爸爸，我再吼。对不起，哎，爸爸，我看那边去。那你们移过来一点。看到没有啊？去。你们这边会不会被那个打到？再过来一点。走，爸爸靠书边坐，靠后面，陈子欣，来啊。我这边请他过来，你怕打到了。来，你们过来，你们过去那边了哈。来过来这里。来，请过来，快点，就是听老师的话，快点注意听老师的，赶快过去。去拿纸球了，再去拿纸球。过来。那、你们第一组的在这边先备，先准备好。你们为什么听不懂？坐这边。请坐好，请坐好，快点。现在到那个了，我让你们第二个准备。第一个，我们有时间限制哦。第一个，然后等一下你们第二个，再来第几个？第三个、第四个，对，出来了，来看谁定下来了。来，我说开始的时候敲，我结束也是敲这个哦。其他小孩不可以动，纸球丢到你前面也都不可以去丢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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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小心打到的。哇，这个更厉害，你在上面呢。哇，你们这个最厉害，那谁粘到上面去？第二组的是谁？哎，你们第几组？第几组？没有，先坐好。那你们坐后面一点来哈，请坐后面，来，请坐后面，谢谢。我觉得你这不会遵守游戏规则。